说到玩儿，人家沙大爷60多岁了，人家就玩沙子火柴，愣是玩出了名堂。这玩意儿，我6岁时候我都不玩了。你就是嫩了，你看人家大爷玩这玩意儿，谁看谁叫好。这大长胳膊大长腿，小红脑袋，妈呀，这不火柴棍儿吗？这是滑雪的，这速滑的，这花样滑冰的，沙大爷做的都是冬奥会上的运动健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，是花样滑冰，这个是有力量有技巧。另外我喜欢冰壶，这个高山滑雪，这个还有这个速滑。比盘子大不了多少的圆形塑料泡沫板，就是冬奥会沙盘的底座，上面有24颗雾凇矗立在赛场上，象征着第24届冬奥会。这运动员是火柴做的，这个球网是纱窗做的，这个雪橇是用吸管做的，这有一个摄像机是为记者安排的，来传达奥运会的转播现场。气氛拉满，细节到位。为了体现运动员的英姿飒爽，沙大爷特意运用了夸张的手法。你看运动员的比例必须就是腿要长，胳膊要短，显得他这个线条潇洒。从设计到造型，再到最后制作完成，沙大爷前后一共用了1000来根火柴。运动员好塑造，怎么营造冰雪世界，可把沙大爷难住了。刚才那个做着雾凇的时候，我是用那个糖，哎，感觉也挺好，不是一会儿就化了。然后我又想到了盐，盐也是撒的好，也是效果挺好，一会儿也化了。这又我想起来在南郊公园玩具厂那有白沙子，给老师傅说一下，我就把那白沙拿过来经过刷洗，到了今天这个又洁白又细腻，所以做雾凇又持久又好看。老有所乐，沙大爷今年66了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用废旧物品搞点小创作。早在2007年，沙大爷还创下用中药材制作奥运赛场人物模型最多的沙盘世界纪录。这回用火柴棍制作的冬奥沙盘又活出圈了。祝愿中国的运动健儿在冬奥会上虎虎生威，虎威全开，多拿金牌，为祖国争光。你看人大爷这小词儿甩得多硬啊，太有才了，既助兴了冬奥会，参与了火热的生活，又找回了快乐的自己，找回了童年。小小的沙子火柴其实蕴藏了大爷的人生真谛，反正总结起来就俩字儿：找乐。